第三场的比赛开始，许昕对许瑞峰。许瑞峰虽说没有许昕这么大名气，但是许瑞峰也是国家一队的主力队员。第一轮开始，0-0。攻势如潮啊！是的。这相对来讲，许瑞峰今天的表现更从容一点。许瑞峰也是人高马大呀，身高臂长，他这个功夫也非常了得。这个是大比分领先，所以这我在有一点随意。西安看过他一场比赛，确实打太好了。比分很快又追平，3-3。4-3。第一局还没打开，两个人失误都不少。对，但许昕现在是连得四分，刚才0-3落后。漂亮，哇、哦！这就是直本。是的，你正手无比强大的正手。没办法，没法接这个球。原来国家队的马林就是这样啊，他发球控球好。啊，这就来了。哦。那经常说谁是国家队的第一正手啊？我觉得许昕这才是第一正手。漂亮！哦，这个真的是太棒了。哦，除了跟你拼力量啊，我这个速度和落点真的是……你看许昕发球的时候都站在什么位置？对，完全站在球台子外面，接发球也是这样的。哇！哇！
怎么样，许瑞峰这也是让我们进行了一个出其不意的，这个速度也是可以啊，快到让你没法接，角度大，对，没有想到的一个角度。所以说你看了许昕，你就会感觉到直板可以啊，是的，但是直板能达到许昕这种程度的又有几个，太有天赋了。对，他的正手就是无与伦比，控球、拉球、发球。而且许瑞峰也是不甘示弱，悄悄地把比分追了上来。许瑞峰真的不弱，哇，漂亮！这个，哇！你不喜欢侧身吧？我一个假动作挑到你正手大脚。是的。啊，这球带拐。那因为许昕发的转，这球接的太聪明了，所以这个许瑞峰这个手感也是超级好啊，顺着你那个旋转。漂亮，哇，这是没有想到的，看一下回放，许瑞峰的这球，许昕的全力进攻，哇，我接这种全力进攻的时候我还能考虑到落点的问题。出来过是实力相当，实力相当，对，你各自都发挥不出来。哇，这球发的，哦，这是一个擦网。许昕他真的是这个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他这个正手无与伦比。哎，发了一个失误嘛，而且他在场上哎表现哈、啊、给人的感觉，心里是不是这样想的不知道，但是外观上啊给人的感觉就是他就啊不怎么在乎大球，有时候他落后很多他都能追回来。拧的这个球很巧啊，是的，哇，漂亮，二比零，漂亮，哇，
这是紫金强项。嗯，对，你许昕的正手不是厉害吗？那我们来对，侧身位的一个对拉，漂亮，哇、哦，这才是功夫。是的，百炼成钢，绕指柔啊！哎呀，现场看许昕打球，真的是太好看了。说在许瑞峰这样一个强劲的对手之下呢，许昕也没有那么从容，而需要考虑一下再去打这个球。他身材也高大，在球台子面前老感觉这个球台很小，全是他的势力范围啊，全在他的这个威力的笼罩之下。是的，漂亮。而且您看啊，徐瑞峰和许昕的正手的相持，徐瑞峰还真不占下风，哎，反而已经是有两个到三个这一局里边都是相持的一个得分。哎，3-6。是啊，一个是他俩在国家队呢非常熟悉的队友啊，对，他这一套他太熟悉了。哇，漂亮，你看气定神闲啊。但许瑞峰的这防守也是出其不意啊，你这种这么高质量的进攻我依然可以防回来，而且我还可以给你一个刁钻的位置。那为什么你看这个王励勤，他就他这样身材高大的人，他在防守这方面他有时候不用动步伐，略微动一下步伐他就很到位。哎，哇，而且许瑞峰这个手感我看也是很好。是啊，就刚才接许昕的那个发球他处理得很好。对，而且你看两个人也都是各自都有失误，这也是因为两个人对打法，两个人对彼此的打法都特别熟悉。漂亮，4-9。而且这场球到第二局之后，你发现他们两个是一个互相克制，嗯，就你都不能，反正我不会让对方发挥一个很舒服的这样一个全力的进攻。哦，当然对方的想法也一样。漂亮，所以你会觉得他们两个的进攻好像都就是都是被克制的，不能够很自如的这样的一个进攻。许昕的直板打这么好，你看这个直板哈，跟横板打还是吃亏。哎，漂亮！好，这个落点。你看这个许昕打球不费力啊，他不是那种硬冲力量的，你看这就是选择一个特别好的落点。哎，我一板滑过去。往外拐。对。漂亮。对，打起相持之后，许昕这也是，我直拍，但是我也是左右都可以自如的甩开了打，漂亮，漂亮，那啥手感？是的，哇，一个直板横打，来了，哇，这角度。关键他这力量，他这个力量实在是太大。漂亮，哇，60-8。所以说许昕你可别退役啊，我们都等着看你打球呢。
是的。但是我估计也是一个退役倒计时的一个球员了。对，因为他的这种打法对自身的这个体能消耗真的是太大了。因为一上了年纪之后，这个其实体能手感可能你还很好，但是体能跟不上。哇！啊，追了好几分，但是落后太多。对。徐瑞峰赢下第二局，接下来是第三局的比赛。但是看到说这个许昕啊，后段第二局后段的这个发挥上，你会觉得他已经慢慢的进入自己的节奏。嗯。也可能说这第三局啊，许瑞峰在想。有一个开局想有一个大比分的领先就会比较困难。徐瑞峰身高也应该有1.8米。嗯，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球台会觉得还蛮，感觉他出手全是从腰里面打出来的。对，会觉得人家的球台好小。他第二局后段的许昕就开始渐渐的发挥优势。他很从容打球，这个从容冷静的让你感到可怕。哎，你一接他不发力啊，弄你一下啊。这是一个大比分领先的开局。我刚也说了，第三局九十分开局就会很难打。哦，徐瑞峰拉起来这个球也很难防守啊。是的，他力量太大呀，你看他这抡一下也是。因为你说进攻型运动员我最稳妥的打法就是发球进攻，我一板一板打嘛。哇，你给许昕这机会就是找死啊，他这一板子太威胁太大了。哇，而且真的是这许昕还真的是一个慢热的运动员，从第二局后段开始进入状态。漂亮。哎，你看这个球啊，许昕可是反手啊，反手的技术就除了正手啊，他们这反手反打，你看同样的都是高质量。他这个直板横打，哎，你会觉得他这正手和反手反打的这一块他没有转换的过程啊，人家就是无缝衔接直接就过来了。对，10-1打徐瑞峰打了一分。是的。哎，徐瑞峰这一局放弃了，哇！不过许昕第三局的表现
跟前两局比应该判若两人，看起来不是一个人呀、啊嗯、对啊，就还好、啊、这次我们的赛制还是五战三胜制的，让许昕还有一个第三局发挥的机会，然后万一如果是三战两胜的话我们都看不到了。不过但是我们现在因为改到了十一分之后呢，就通常啊最短的比赛也会是出现那种五战三胜，嗯，或者是在一些国际赛事，包括我们这次单打比赛决赛的部分都会是七战四胜。看一下许昕第四局是不是继续可以发挥他自己在第三局里边发挥的优势。漂亮，第一个球看出来，是的。许瑞峰拧起来他也不舒服啊，对，许瑞峰也做出了调整啊，上一局许瑞峰关键拧的这个球软软乎乎的，有点跟那个谁一样，跟大胖的那个，跟大胖拧的那个差不多，对，感觉上会比较相似啊、嗯、啊你说你看漂亮，他关键还有衔接的这一板呢，许瑞峰是被打到一个一比十一，所以这一局许瑞峰也快速的做出了一个调整。嗯，哎，因为他还有两局的这个优势啊，所以他要是说我的这调整有效的话，我再磕下一局的话，我就胜了。两分不算什么差距。哎，也是，哎，看许昕。是因为两个人是队友，太了解了。嗯。所以你说那前两局许瑞峰就是这么赢的，漂亮。稳住。哇，这一局许昕开始出现失误，还蛮多的失误，所以现在是一个五分的一个劣势啊，落后。而现在是上海队对战四川队的第三场，前两场大家一比一嘛，这场非常重要，这一分，哎，发球直接得分。七比三。哎，说许昕会不会从这个球开始？许昕不太好打呀，绝地反击，落后了四分。对，关键是他队友太了解他了。哇，漂亮！七比四。是。这许瑞峰进攻的质量有一点弱。你看，轻轻挂起来的这一板，就是送给了许昕一个进攻的机会。啊！许瑞峰叫了一个暂停。对。想三比零，想这个三比一拿下呀。对，这局要力争，一旦打到决胜局，许昕疯这里上来谁也不行啊，许昕打疯了没法弄那球。对，现在还有一个势大力沉，现在许瑞峰还有个三分的优势，所以说叫一个暂停有机会。但是呢也反回来说啊，这一局的状态许昕并不是很好，
也这时候叫了一个暂停，许昕会不会像第三局这样回来，这不好说，有难度。为什么呢？太熟悉了，国家队的队友，他这个打法是有缺陷的，他这个直板他不舒服啊，到底是不舒服。哎，运气啊，擦网。哇！啊，这我只能说，许昕对他自己的正手真的是非常的自信啊！大比分落后，我接发球我还敢这样接。那他就是敢。是的。许昕。而且他也许人也。他也不急。啊。外号、绰号大马。哦，擦网。哇，你看这真是太熟悉了，我觉得我已经算到了你要发什么球。那你说这是球出去之后再判断呢，是不可能的，不会有这样的反应，一定是事先就会算好了。相持，漂亮。打起相持之后，许昕的优势就出来了。太厉害了，这正手反拉，哎呦，哎，漂亮，没反应，对，没接好这个球。之前我们很难想象说许昕正手的攻击还有人能接回来，但是许瑞峰刚才这个球做到了。这样呢，许瑞峰就以3-1战胜了许昕，为四川队拿下宝贵的一分。是的，现在呢，四川队也就2-1暂时领先上海队。